诺维斯基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能在单一球队效力十年以上的球员相当稀少，而效力二十年的球员史上更只有布莱恩 Kobe Bryant 一人。诺维斯基 Dirk Nowitzki 夏季将迎来效力小牛的第二十个球季。诺维斯基日前接受采访表示，老板库班 Mark Cuban 是他留队的重要原因。诺维斯基表示，现今 NBA 有些不一样，球员只在意赚钱及赢球，忠诚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。能够在单一球队效力长达二十年，除了成绩能一直保持一定水准外，球队老板是否愿意开出有诚意的合约给老将也很重要。别于热火只肯开出一年1000万的合约给效力13年的老将韦德 Dwyane Wade， 让韦德心灰意冷而出走。湖人在布莱恩高龄35岁成绩退化时，仍开出2年4850万顶级合约将布莱。莱恩留住。诺维斯基表示，小牛老板库班是他留队的重要原因。库班在我加入小牛第二个赛季买下球队，他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铁粉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在我整个生涯都非常支持我，因此我留在这里，我属于这里，对我来说忠诚很简单。库班资料照，欧新社。